以为我家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？你干嘛呢？放开我！你不就想要这样吗？我成全你。不要！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难道我又出现幻觉了？你闹够了吗？怎么进我家的？我怎么知道？我一睁眼就在你的房间里，你确定不是你把我弄来的吗？我？好，是我自己跑过来找他的。你的意思是，你们都已经分手了，你还在纠缠方冷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是有事才过来找他的。什么事？我的乌龟。你乌龟怎么了？他被你送回来的时候上吐下泻，你看他，所以我才过来找你的吗？多少钱？什么多少钱？你不是说他病了吗？医药费多少钱？哎，不是，不用。为了一只乌龟就不打招呼闯进来，还要拿钱才肯走。柴小姐，你可真会做生意。方冷对你客气是因为你可怜，但你三番五次的纠缠他，你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吗？江小姐，今天是我招呼不周，改日我会亲自找你。你可以先回去了吗？我有事和他谈。别忘了，你答应过我会为我努力，还有我希望你处理好这些不相干的人。我要你帮我办一件事，把柴小七的家庭背景还有关于他的一切都给我查出来。我没事了，先走了。站住！你以为一只宠物就能糊弄我吗？原来你都发现了呀？那你没有看见我是怎么进来的，或者说发现什么其他奇怪的地方？别装了，你是趁我不在的时候偷溜进来的。我真没想到你连一只宠物都能利用。我都说了，那只是意外。要不是我控制不了我自己，我会在你约会的时候跑进来吗？我倒是想问你呢，你没有我的钥匙，你怎么进我家的？你到底用的什么手段？打算纠缠我到什么时候？谁纠缠你了？我要是想纠缠你，我直接把你绑起来扔床上，直接动手不就好了吗？我至于这么麻烦吗？反正我不会再来找你了，我走了。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？你干嘛呢？放开我！你不就想要这样吗？我成全你。不要！我错了，对不起！我以后再也不会让你看见我。你别这样！我错了，对不起！我错了。小七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受伤了？为什么我一见到他，我的超能力就不受控制了呢？这么一想，好像前几次也跟他有关。
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每次出问题，不是有人跟你提发冷，就是你们见面？你说会不会是他让你紊乱的？不可能啊，他一个地球人，怎么能控制得了我啊？不是他控制你，是你控制不了你自己。你没发现你已经越来越在乎他了吗？不行不行，我必须把他忘了。这两天我有点事儿，可能去不了公司了。那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。儿子，丽儿。哎呦妈，您进来怎么不敲门啊？哪儿那么多事儿啊？哎，刚才给谁打电话呢？小七找我请假，最近不来公司了。那他们俩分手了？那他是不是心情不好啊？估计是吧。哎，妈。您之前也应该失过恋吧？您都是怎么治好的？瞎说什么呢？哎，不过妈告诉你啊，不管他们俩怎么弄，你都不准掺和，听到没有？妈，小七是我朋友，我帮他怎么了？再说，您可之前答应过我，不会为难我哥跟小七的，您可别反悔。当然不会了，不过听你的意思是，他们俩真的闹翻了。算是吧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呀。哎，对了，妈煲了你最爱喝的汤，赶紧收拾收拾，下来喝汤啊。怎么说一半就没了呢？你这是干嘛呢？你不是说我在乎方冷吗？我现在就把他戒了。哎，这可是我特意查的脱敏治疗，只要呢我每天看着他，我就会形成一种抵抗力，这样我就不会失控了。那江雪呢？你把他弄来干嘛？他是巩固治疗，只要我看着他，我就会提醒我自己，他爱的人是他，我就不能再想他。你就打算这么一直看啊 ？No， 我不光要看着，我还要想呢。他饿的时候，他会拎着外卖去找他，然后喂给他吃。他们两个呢？要手牵着手一起去逛街买衣服穿，在他冷的时候呢，他呀会一把把他抱住。这些都是方冷跟你做的吧？克制住，克制住，克制住，平静，平静，平静。我可是外星人，怎么能被地球生物影响呢？不可以。呼气，呼吸气，吸气，吸气。清爽多了。